当地居民关怀中心，时间不足亲自决定吧，许可大街长城中来见，三道大桥延伸远来远，虽然声声高挂龙山尖，阳光留住你一路白脸，吉他音乐和弦手拥抚，上师恩师噶谦仁波切，还有我们在台上我们非常殊胜的从噶尔寺还有从各地来的我们的诸僧众上师们，跟大家报告哈，那就像仁波切所说的，台湾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福地所在。我们在这边的这个 teacher 的课程昨天到今天总共有那个昆城师兄，麻烦您翻译给仁波切听一下啊。昨天到今天呢，总共有22,000人次在全世界48个国家跟我们一起来上这个殊胜的遥呼上师祈请文。所以我想这对我们台湾是不可，那当然还有要成就这一场这样的法会，而且能够全世界直播出去，除了我们，看看我们这边我们的志工菩萨团队，非常的感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事情，其实他们非常忙的，包括刚才三点开始他们就在外面搬东西，搬到现在啊。那现在呢他们呢安定下来，那当然在这么殊胜的时刻啊，仁波切呢，我们希望仁波切，我们也准备了礼物，那我们请仁波切呢来啊，就是给他们礼物，然后我们大家给他们拍拍手。我们的志工团队多么坚强了，七十几位啊，从每天早上呢大概都七点以前就已经到达了啊，然后呢为了让大家布置一个很顺缘在这边来的法会，光耀遍三千，一盏灯万种星，天天燃灯供佛，更点亮自信光明灯。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有听到不？啊，不能空气啊！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不然呢，这个痛苦会跟着你。所以最近有一个小朋友病得很厉害。他的手的骨头已经断四次了，断四次了，然后呢，一直叫，一直叫。那他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那么容易断手断脚，啊？后来我一问才知道，他家祖先都是杀猪养猪了，就这样。杀猪养猪，你叫剁剁猪脚、剁猪腿，啊？所以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很容易断手断脚，发生很多意外。别人跌倒没事，他一跌倒就断手断脚，断了以后会痛得要死。因为杀猪的时候，猪被杀的时候更痛苦，所以发生什么结果都有它的原因。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我要把放生的功德稍微跟各位念一遍，希望大家升起信心，永远都相信。家里有人生病，还是你要去买车子，还是你买了一个房子，你很喜欢做一点功德，希望这个事情很顺利。那佛陀说，慈悲的功德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就像现在旁边在做一点烟供。布施食物，哎，平常你布施米也可以啊，布施一点面包给鱼吃啊。佛陀说，你只要布施一小块面包给一只小鸟、一只小狗吃，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你布施给越可怜的众生，像这个烟是给孤魂野鬼的，不但给孤魂，给鬼，给什么？来，海龙王，
海神、海中众生、土地龙神、孤魂野鬼、冤亲债主同享功德，那这个很简单啊，点一支香也没关系啊，布施几颗米啊，然后我们很喜欢洒甘露水啊，这个都是布施。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念下来：慈悲就是供养诸佛菩萨。那希望大家时时刻刻都可以慈悲，特别太阳越大的时候啊，你只要往太阳洒几颗水，买着你喝的水滴几滴水，然后呢，请观音菩萨加持也可以，你要念咒也可以，那那个水就会发光，然后那些身体被火晒的，皮肤都痛得要死的这些孤魂野鬼啊，嘴巴会吐火的咽口鬼啊，他们的嘴巴就清凉了，身体就没有火在烧了，很慈悲的啊。所以各位住在巴淡岛，经常会看到海，有一种鬼啊，我跟告诉你们，什么鬼叫海厨鬼？海厨鬼什么叫海厨鬼？他永远一个人，旁边很多他都看不见，他以为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鬼站在海上面。上面呢，白天太阳晒到他全身都冒火，底下的水变硫酸，上面是火，底下是硫酸，没吃没喝，一站要站多久你知道吗？170万年，170万年，很痛苦，很痛苦的。所以放生救命，不但救他们的命，请问救谁的命？救自己的命。以前在大陆一个叫太湖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每天都是抓鱼来过生活。那有只有两户人家，他们有拜观音菩萨了，他们不但不抓鱼，也经常劝人家不要杀生啊，但是人家都不听啊，他也没办法，他就住在那边啊。结果有一天晚上啊，有一个大乌龟神来找那个老人家，跟老人家说啊，你们这两天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要起大水啊，要起大水以后全部人都会死掉，因为你们是慈悲爱护生命的家，我来通知你们，你们这两家赶快跑。其他人都没听到，也不相信，那天气这么好，但是那个老人家拜观音菩萨，他说一定是观音菩萨派来跟我说的，他就跟隔壁人家，我们赶快跑，赶快跑，跟他们说请他们赶快跑，但是他们没人相信。然后等他们跑掉以后，第三天淹大水，全部人都死掉，就这两户人家没死。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说明了什么？因为他们不杀生放生也救了自己命，但是这些杀生的人，你明明跟他讲说淹大水，他说不可能不可能啊，他走都不想走，就这样全部淹死了。第二遍念一下：放生就是还债，放生就是还债。我们过去都有杀生啊，吃肉啊，这辈子就算你没有，上辈子也有啊，还人家债，我们欠人家命债。如果你吃一块鸡肉，佛经有说一只鸡三个人吃，三个人都下地狱。各位，什么叫地狱呢？你下了地狱以后啊，最少191年，最少有18层地狱，最少191年在那边被砍、被杀、被煮、被烫、被追杀的痛苦。但是杀生的这个恶业就会让我们下地狱。所以佛陀制定第一条戒律，念下来：当愿众生不杀生。佛陀定给我们佛弟子的第一条戒律就不能杀生，因为杀生的恶业最重，但是我们过去都有，所以我们要忏悔还债。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以这种忏悔心来放生，把这个债还掉，命债、杀生的债，那这些冤亲债主就会超度了。所以来念一下：今日放生，回向过去，回向过去，累劫累世，累劫累世，杀生的债主，杀生的债主，
杀动物的债主，杀动物的债主，